你仔细看一下，在第三课本上的第三十页的话，左上角你们看到 question 不是 what， 然后右边是 when and where， 继续往下翻 ，who、whose、why 跟 which， 然后接下来是三十三页是 how 嘛，对不对？所以换言之，一开始的时候的题目是叫五 W 一个 H， 五 W 一个 H 是什么东西 ？Who、what、where、when、why 嘛，对不对？啊 ，H 是什么 ？How 会引申出 how much、how often、how long， 对不对？还有 how many。还有 how old， 什么叫 how old？ 啊？几岁嘛？接下来呢，往后翻 yes no 问句。什么叫 yes no 问句？通常我们小时候的话，我们学老师说，疑问句有两种，一种是用疑问词开头的问句，第二个是 yes no 问句。yes no 问句表示那个句子是用什么开头的 ？be 动词或者是什么助动词开头嘛 ？Do you? Would you？ 对不对？哦，那以及什么呢 ？Choice question， 那个几十年来的老梗哦，他说你在语言中找我。Do you want coffee, tea or me？ 你是来喝咖啡、茶，是来找我的 ？OK， 好的。Coffee, tea or me？ 这是以前的 waiter 啊，就跟一个的那个很美丽的 waiter 跑去招待客人说 ，Coffee, tea or me？ 你是先生，你要喝咖啡、茶，还是来找我的 ？OK。A、B or C， 这叫做选择题，你懂是吗？所以因此通常回答 Do you want coffee, tea or apple？ 随便这样讲好了。答案会不会讲 yes or no？ 不是，就直接给答案。以及往下看，第三十六页 ，take a question， 什么叫 take a question？叫做什么东西？附加问句，附加问句，典型去看一下第三十六页的 exercise B，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写说 you haven't seen the 什么呢 storeroom key anywhere haven't you？ 对不对 ？Have you 就是这个东西叫做附加问句。附加问句有点像我们中文的口语里面讲不是吗？不是吗？是吗？不是吗？所以这个句子目的都是为了要表达一种确认的语气而已。那以及第三十七叫做 negative question， 就是这样负面的问句哦。负面问句并不是说问一些很负面的话题哦。好比说你问我一个单字，我这个单字我答不出来，他说你不是英文系的，你不是英文系的，对不对？你不是英文系的吗？所以通常我问你说你不是英文系的吗？是我假定你是什么系？英文系的嘛，对不对？好比说你知不知道八一大楼在哪里？我不知道八一大楼在哪里。你不是南台学生，你不是南台学生，所以这里面的话应该有两个意味，第一个意味是什么东西？我认定你是什么南台学生。第二个，那个学生应该要知道什么八一大楼在哪里，你懂什么？所以这个叫做否定问句，你听懂什么？所以你问我说，我两个问题 ，Are you a student in 南台？或是 Aren't you a student in 南台？这两个问题的问法的时候的话，第一个问题是单纯在问你说是不是南台学生嘛，对不对？是我真的想知道你是不是南台学生。可是如果说我用负面的问法的话问你的时候的话，应该不是负面啊，否定的问法问你的话，通常意味着什么？就是说，难道你不是南台学生吗？通常表示我认定你应该照我说你应该是什么南台学生哦。好，那以及 embedded question 哦，这叫什么东西呢？应该说是一个，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所谓的间接问句，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讲，后面再讲哦。以及第三十八叫 statement， 什么叫 statement？ 陈述句。所以第二大题就是课本，就是听力，他先讲一句，你在后面再讲一句；他先讲一句，你在后面再讲一句，这样子的那个。所以先讲一句，在 A、B、C， 这是多一这七个大题里面的唯一三选一的题目，你懂什么？唯一三选一的题目哦，所以原则上的话，这大题的话平均答对的获完率稍微高一点。好，各位请翻第二十九页。
Some didn't anyone tell me the factory was closing. 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说那工厂要关了，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讲，怎么都没有跟我讲。所以那个是 why 哦。那 I interest you. OK 哦。什么 in your extended warranty? Interest 的话，这个字当动词，及物动词，让某人感兴趣，对不对？通常我们学会这个字的时候，都用的什么是被动语态嘛，对不对 ？Are you interested? OK， 那我有没有让你对某个东西感兴趣？什么呢？我有没有？那我有没有让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中文翻成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感兴趣嘛，对不对？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跟你话讲完了嘛，对不对？所以是使用现在甚至过去式。过去式会比较合理嘛？哦，这题答案是哪个呢？当然，如果没有用过去式的话，就只用现在式了。Could I？ 我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让你？你懂是吗？他说：“欸，请问一下，我可以？”所以这句话通常有时候在出现在一个销售场合，就是说：“欸，你对这个东西，可以由我来对你解说一下，这样有可能。”好，接下来是 responsibility is it okay to repair the？ 这是谁的职责？谁的职责？谁的叫 who 嘛？好，第五呢？什么 did Anne say he put the copy paper？ Put the copy paper 放在哪里嘛？所以这题的第五题答案是什么？ Where？ 好 ，the mail hasn't been delivered yet。好，这个 email 这个 mail 还没有被送出去，所以呢，不是吗？答案是哪个 ？Has it？ 好，第七。什么 of those chairs do you prefer 呢？这些椅子里面的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呢？哪一个叫 which 哦？好，什么 are your thoughts？ OK， 你的想法是什么？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e new proposal？ 什么叫 proposal？ 提案。好，那以及什么呢？ You like to take a break？ 你想要休息一下，还是想继续工作？答案是哪个呢？这是一个选择题。什么呢？什么 like to？Would you like to? 第十，are going to get the stain of the carpet.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脏痕从地毯里面移除掉呢？怎么叫做 how？ 第十一呢？什么 ？You know where I can park my car? Do you know？ 第十二呢 ？They decide to invest in KC Chemicals. 这里答案是哪个？答案是还没吗？这是一个什么问句？否定问句嘛？啊，难道他们还没决定吗？第十三呢？什么的 soonest 呢？什么时候是最快的时间呢 ？When is the soonest you can send this consignment？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 match each question above with the correct responses， OK 哦，把正确的 responses A 到 M 上面的疑问词哦，好比说刚刚的第一题 ，Who do you？ 刚刚的第一题是 Who do you see at the conference last week？ 对不对？刚刚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应该是看到某人嘛，对不对？所以的话，第一题答案是什么 ？H， 对不对 ？Mrs. Carter from CSG Association was there。好，那第二题的话，说 Why didn't anyone tell me the factory wasn't closing？ 啊，怎么没有人跟我讲工厂要关了？所以答案是哪一个？答案是 K 哦 ，We didn't want to cause your concern. We didn't want to cause your concern 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想引起你的关心，意思是说不想打扰你啦，不想让你去多操烦这个事情。Okay. 啊，不过这句话有些时候的话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啊？有些意思说不太希望你去干预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Okay. 好，接下来第三题要说 ，Could I interest you in our extended warranty？ 哦 ，warranty 这个字叫什么 ？warranty 是保护。对于延伸的保护，就是延长保护这件事情，哎，请问你会不会感兴趣呢？对不对？好，那会不会感兴趣？答案是 B 哈。How much is it to extend the coverage for 5 years？ 哦，好 ，coverage 这个字的话只是涵盖范围，所以指保护，还有呢保单涵盖范围、理赔范围都是 coverage，
cover covers 涵盖历史。所以说，如果万一你要你保护五年的话，哎，要花多少钱的 coverage？ 应该保护五年的嘛。好，第四呢 ，whose responsibility is it to repair the ceiling 呢？那修应该修天花板的是谁？该修天花板的是谁？那一定是人嘛，对不对？一定是某某人嘛。好，第四题的话，答案是 you need to contact the landlord。landlord 是你的谁啊？房东，房东叫 landlord。应该房东要负责修的。第五题啊，吼 ，Where did Anne say that he put the coffee paper？ 那放在某个地方，那只有一个字的话，那讲说讲地点嘛，对不对？第五题的话，答案是 F 哦，就是 in the closet on the fourth floor， I think。什么叫 closet？C L O S E T， closet 是什么东西？橱柜哦。英文呢、啊？如果说有一个片叫 In the Closet， 像 Michael Jackson 有首歌叫做 In the Closet。好 ，Closet 本身是你房间里面的橱柜嘛，对不对？那你房间里的橱柜的东西是让大家都知道，还是别人不会知道的？别人不会知道嘛，所以因此你有个东西是 In the Closet 的话，叫做不可量、不可告人的东西叫 In the Closet。所以以前的话，还是曾经有两个同事在互相呛，他说 I know。The skeleton in your closet， 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橱柜里面的骷髅头啊，骷髅头就表示有人被杀了，对不对？我知道你橱柜里的骷髅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I know the skeleton in your close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知道你橱柜里的骷髅头？我知道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懂什么？我知 I know your secret， 而且这个秘密是好还是坏的？坏的，哎 ，I know the skeleton in your closet。OK， 我知道你在橱柜里面的骷髅。这句话是两个人互相呛，你知道吗？哎，都好意思。如果哪天我不爽的话，把你给抖出来，你就死定了。这话把你秘密给抖出来。哎 ，I know the skeleton in your closet。好，那往下看哈。下一个，他说第六题 ，The mail hasn't been delivered yet, hasn't it？啊，信还没有被寄出去吧？难道已经寄出去了吗？这个题答案是 M 哦，他说 Yes, it arrived an hour ago。啊，到寄出去了没？有啦，已经寄了啦，对不对？而且一个小时前已经到了。好，那接下来第七题是 Which of these chairs do you prefer？ 以下哪个椅子是你喜欢的呢？哪个椅子？然后当然就是答案是 D 哦。他说 The black leather one is the far more comfortable。哦，leather 是什么材质啊？皮革。皮革那个看起来是看起来是舒适的很多哈。第八，他说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e new proposal？ 但是对于新的提案的话，有没有什么想法呢？第八题答案是 C。I'm not happy with it. To be honest， 什么叫 To be honest？ H O N E S T H 不发音。什么叫 To be honest？ 很诚实。老师跟你说，我看的实在是不太喜欢。叫做 I'm not happy with it. To be honest。那第九。第九题，他说，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break now or work longer？ 你还想继续工作，还是想休息一下？那这里讲的是说哪一个呢？答案是一哈。他说 ，I want to keep going and finish this。我想要继续把它完成。那第十题说 ，How are we going to get this stain off the carpet？ 呢要怎么去把它移除掉呢？哈，这个脏怎么把它移除掉呢？那一定讲到清洁剂嘛，对不对？讲清洁剂的时候的话，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 A 哦。Let's try scrub it with detergent。那 scrub 这个字的话，只是那种仔细搓的，这样的动作叫 scrub， 你懂是吗？哎，这叫 scrub it with detergent， 就是用那有些时候当我们地毯要弄脏的时候的话，把清洁剂挪去，然后把它搓干净。哎，这个搓的动作叫 scrub。那第十一题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park my car？ 那我车应该停哪里？我车应该停哪里？哎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park my car？ 重点是 Do you know 还是 Where I can park my car？ 应该是后面嘛，对不对 ？Do you know 多半不是问题的本题，后面讲的东西，这是这样的句子叫做附加，这样的句子叫做间接问句，懂什么 ？Where I can park my car？Do you know where I can park my car？所以呢，下这题他说，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车停哪里？哦，答案是 G 哈。他说 There should be a space around the back， 这样的 around the back， 那后面应该有了，哦，这个地方可以停车。
下一个是 haven't decided to invest in Casey Chemicals， OK， 哦，invest 投资， invest 投资哦，啊，还没决定呢，还没决定吗？对不对？答案是 L， no， they make a decision on Friday。最后一题，他说 when is the soonest you can send this consignment？、哦、这个东西你可以什么时候可以把它，这个大家共同完成这份资料的话，你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寄给我？这最后答案是 Z 哦 ，OK， it won't be before the fourth， OK， I'm afraid it won't be before the fourth。那在这里的 fourth，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月的四号，在四号之前的话，可能没办法给你。好，我们先各位先翻到第27页，好不好？去习惯一下听看。有那种感觉，你懂什么？27页，我们就放个前十题来听听看吧 ，OK， 去习惯一下这种，体验一下这种感觉。The waiter will show us to our table. See.
She's a friend of Paula's, I think. So, how do you think that presentation went? A. I think it was pretty well received. B. Yes, it went very quickly. C. The preparation is almost finished. Eight. Should I call Janet to tell her the good news? A. Please give a good excuse. B. She said she's too cold. C. No, I'll be seeing her later. Nine. How often do you check your computers for viruses? A. Irises are my favorite flower. B. We do a complete scan daily. C. We use our PCs all the time. 好，那先休息一下班，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班。